目光再转向澳门。今年是澳门回归15周年，特区政府呢主办了主题为“同心协力，共创繁荣”的展览，用图片、影片、实物以及互动电子屏幕这些丰富多彩的形式，展示了澳门回归祖国15年来所取得的新发展、新面貌，展现澳门经济增长、民生改善、社会和谐的城市风貌，以及全体澳门居民爱国爱澳的情怀。这个展览呢将会在12月28号结束，在北京展览馆举行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前去看一看。